大师的话不能不听。我们已经坚持了18年了。18年，18年了。我天天盼，年年等，就盼着有一天我们一家人能够团圆，能听吴霞亲口叫我一声娘。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一天，孩子的脚都跨进家门了，你却把他赶走。你以为我心里不难受吗？我的心也很难受。你也会难过吗？我看你的心是石头做的。为什么就这么狠心？赵二已经告诉我了，景延安让一把火给烧光了。这么兵荒马乱的世道，吴霞现在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。素兰，浩庭，你一直在骗我，骗我把吴霞送进了安里。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我不管，什么早一天晚一天的，今天就算把整个苏州城给翻个遍，我要把孩子给找回来。素兰，大奶奶生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恭喜啊！子女女生难命，命运多舛，需饱受18年清苦，方可一家团圆。早一日万万不可，会给玉家带来杀身之祸。不行，爹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你。爹也老了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以后玉家就靠你了。您问一下，见过一个尼姑打扮的小姑娘吗？哎，师傅，见过一个小姑娘，她不是，这样找也不是办法。要不咱们休息休息？您坐。我今天就算把苏州城走遍，也要把吴霞给找回来。走。吴霞，大小姐，吴霞，哎，吴霞，吴霞，你是干什么呀？小四，我该走了。走？吴霞，我看你现在还是先别回家了，你在我这儿先把身体养好，我们商量一下再送你回家吧。小四，最晚一般到无锡的车是几点啊？吴霞，你现在生病，你不能走动。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苏州。啊？那你不回家了？
只要心中有佛祖在，哪里都是我的家。小四，我们大难不死是因为有佛祖保佑我们。四海飘零，我就不相信没有我玉武侠容身之地。武侠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瞧你说的，我命大着呢，死不了的。天大地大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食其力，饿不死的。哎，停一下，夫人，我们已经找了这么久了，我看你也累了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吃点点心，您等我啊。我吃不下。夫人，这苏州城前前后后我们都找遍了，是不是先回去商量一下再找啊？找不到吴霞，我今天是不会回去的。老爷伤了吴霞的心，你说这孩子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吧？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他找到。小涛，走。哎，快一点啊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夫人，大小姐在苏州无亲无故的，我看她说不定想离开这里，我们是不是去火车站？哎呀，赵二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，小涛，哎，我们快去，哎，快去火车站。哎，走。小四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吴霞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嗯，你多保重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哎，吴霞，吴霞，其实从小到大，我有一句话，我一直埋在心里，还没跟你说呢。我。小时候一样啰啰嗦嗦的，小四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我会给你写信的，以后我一定还会回来的。小四，再见。吴霞，糊涂同到，糊涂同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哎呀，好大的排场啊，玉老板。过奖过奖，祝您寿比南山。谢谢胡都统，胡都统，请上座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商界同仁，我玉某非常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玉浩庭在苏绣界这么多年来一直承蒙各位关照，才使我玉家绣坊能有今天。为了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和我同舟共济，所以我今天想借此机会宣布一件事。爹，各位老板都知道国外有种服装展示会吧？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纺织业贸易行里的老板们，还有外国商会的先生。我们玉家绣坊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示会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绣品，能够让我们玉家绣品去到更远的地方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看戏看戏。哎，你先让我上去，我把东西拿票啊，我再给你拿票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不往前走啊？哎，你让我上去。查票查票啊！来，拿出来。哎，
快点，快点，不用票了，拿票，我看，票拿出来，给，还在捡，这是我们的票，你不行，哎，过去吧，过去吧，快点，不行，快点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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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娘，娘，哎呀，有没有摔着啊？不行，娘不会让你再离开了，娘。浩廷啊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我是于浩廷，长官，这孩子不懂事。您这是，你就是于浩廷啊？有人密报，说你们这儿有保皇党在活动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呢？长官一定是听错了，我们这全是民主人士，那边还有几个外国朋友，我们都是拥护共和、拥护民主的，这里没有什么保皇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龙袍。来人，把那龙袍给我脱下来。是。脱下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戏服啊，是戏服的龙袍。是吗？做工不错嘛。说说。是。报告长官，龙袍上的龙爪树跟真龙袍一样，这是真正的龙袍。易老板，皇上已经退位了，现在是民国。你说你做这件真龙袍是想干什么？你这不是保皇党是什么？不可能。长官，您一定是数错了，这是我们家绣的戏服，全是戏服，你自己看看。长官，这不是我家绣的，这是诬陷呐，这是泄了。好了，是不是诬陷我们回去再说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带走。是爹爹走。爹，这是诬陷。爹，这是陷害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啊？你们凭什么抓人啊？你们不能把他带走。爹，吴霞，快走。浩廷，浩廷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。快点。娘，夫人，前夫人，走。赵儿，哎，你快去想想办法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夫人，这衙门现在都是当兵的当政，插不进话，不好办呐。别担心，我去把爹救出来。芷兰，一个小孩子家，别瞎掺和。吴霞，来，过来，见过你的妹妹。来，红玉，见过你的大姐。
娘，叫啊，叫大姐呀、啊。大姐，三妹，娘，怎么办呀？爹还回得来吗？都怪你，你来学校把学校搅得乱七八糟，现在把我们家搅得天翻地覆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芷兰，姐，你也不能全怪大姐呀。我不怪她，怪谁呀？哎呀，归根到底，今天是有人陷害你爹。而且陷害你爹的人就在今天的堂会上。娘，你说谁陷害了爹？我看就是胡明仁那只老狐狸，他一直盯着我们家，今天只会是他。那娘怎么办呀？娘，不如我去求胡明仁，求他放了爹。他不是喜欢我们家的刺绣吗？我去给他绣好了。我看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，姓胡的上蹿下跳的盯着我们家这独门手艺，我们现在只能等，民不与官斗啊。赵叔，你怎么说这么泄气的话呀？娘，不如我们拿钱出去活动一下，钱我们家多的是，为什么要受这种人欺负啊？芷兰，我们家哪里还有什么钱呢？我们家就剩这个空架子了。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别胡闹了，都先回房去吧，我再好好想想，到底该怎么救你爹。都是你，都怪你。芷兰，由不得你不认这个姐姐。无暇自打生下的那天起，她就是你的亲姐姐，娘认她，她是我们玉家的女儿。无论她是谁，我不和你争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救爹，只要把爹救出来，你们就会知道谁是余家的大小姐。胡都统，怎么，余家小姐跪脚踏见地，有何贵干呢？胡都统，我爹是被人冤枉的，你怎么不查清楚就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呀？我名正言顺捉拿保皇党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怎么冤枉你爹了？我堂堂一个都统，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什么人证什么物证啊，我爹和保皇党绝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个我能担保。你能担保？你拿什么担保啊，我的玉家小姐？我的人品，还有我的钱。这钱我们家还有很多，我看胡都统是个爽快人。您开个价吧。钱是个好东西啊，可是还有比钱更好的东西啊。我还有这些金饰，全部都是李家金库的上等货，只要能把我爹救出来，我什么都可以给您。啊？哟，看看看看，哎呀，我们玉家小姐的手多嫩呀，多水灵啊！哎呀，我说过，比钱更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玉家小姐呀、啊！来吧，你放尊重点，你放手！呸！我可是玉家的大小姐，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。哟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老子玩你是看得起你，玉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在我眼里就和粉头戏子一样，念了两天书还真把自己当人了。胡都统，你这么做，这天下还有王法吗？有这个就有王法。玉小姐，老子送你一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别不识抬举。哼。
阿弥陀佛，老先生，我是玉家的人，想拜见住在这儿的少爷，劳烦了。哎呦，姑娘，可不巧，我们家少爷出去了。那不勉强老先生了，麻烦您把这个交给你们家少爷。我明天再过来拜访。这打搅了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啊，你看看这是哪家姑娘的巧手啊，你看这绣的是天上的景儿啊。嘿，少爷自天子脚下到苏州小城，见识颇广，小女子常年隐居，孤陋寡闻，那日曾有幸与少爷见上一面，但未曾聆听教诲，抱憾。今小女十八年和父母重逢，回家之日，谁知父亲遭奸人所害，身陷囹圄。老父年事已高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乱世之下，个人但求自保，小女不能奢望侠肝义胆之人出手相救，但求有幸和老父得见一面，以尽孝心，望少爷成全。滴滴鲜血化作寒梅，以表傲骨真心。少爷，您可得想好了，北平霍家拜见胡都统大人。等等，哎，好，非要捅这马蜂窝啊？蔡叔，我也是个血性男儿，啊，还能不如个丫头？有这样的气节？啊，那好，我也是一把胡子的老爷们。有请。三尺之外，江湖之地，咱也不能装怂。走，刀山火海，管他呢。走。受苦，真香啊，真是太香了。昊天，看出什么来？刺绣的绣工已经非常完美，虽然这不是我们玉家的刺绣，但是他已经做到了真假难辨，真是难能可贵啊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苏州城除了我们玉家的绣娘，还会有这样的高手呢。只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也许一切的心结就都可以解开了。不管他是谁，他就是我们玉家的仇人，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浩廷，慢点啊，别着急啊。老爷，你受苦了啊，保住身体啊，慢一点。老爷，夫人。无暇，来，无暇，见过你爹，快叫爹呀、啊！无暇，爹爹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好孩子，你能原谅爹吗？不孝女儿无暇，恭贺爹爹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无暇，快起来。来，
爹对不起你，18年把你一个人留在外面，都是爹不好，是爹不好。爹，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啊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是我们一家团圆的日子，这18年了，我们家今天算是真正的团聚在一起了，得高兴才对啊。是啊，不要再哭了，你回来了，我们玉家和绣房该有的磨难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走，我们去吃团圆饭。芷兰，红玉，大家一起去。来，走吧。芷兰，吴霞，多吃点。来，庵堂的素斋不比家里的菜啊，多吃点。嗯。赵二，老爷，去把那件龙袍拿来。去，是。老爷，龙袍拿来了。不行啊，去把它烧了，给我们家一个平安。对，烧了这个晦气的东西。爹娘，为什么要烧呢？无暇，因为啊，你是玉家的长女，所以啊，要由你把这个龙袍烧了。可是这件龙袍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它是我绣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可能绣它？真的是我绣的，是我在静怡庵时绣的，有个香客还给了我们很多香油钱。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，没想到我们玉家的仇人竟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。这可怎么办呀？ Doctor, how to my father? Sorry, I tried my best. I'm so sorry. 姐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他说他已经尽力了。爹，姐，怎么办呀？我害怕。老爷要见小姐，老爷要见无暇小姐。是女儿不好，是我害了您。
天命难违，我认命了。浩平，别瞎想。我心里明白，我的大限到了。爹，爹，小老公，爹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年前你出生之时，有位大师说，这个孩子必须要受苦清贫18年，等我60岁大寿之后，他才能回家，否则家门不幸。我就信这个命，可是就差了一天。爹，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知道，我死都不会回来，我死也不会绣那件龙袍。我想让您平平安安的。爹不怪你，爹就是这个命。爹，您别这么说，是我害了您，是我害了您。知道你心地善良，心胸宽阔，能容人。芷兰虽然聪明，但心高气傲，自己只要认准的事情，谁都说服不了。以后你要让着她。红玉还小，吃不了苦，以后你要多照顾你的妹妹。绣房是玉家的根本，你要想办法抱住她。我们玉家绣房的字号无论如何不能倒。爹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你要诚信做人，光明磊落，才能守业立业。爹，我记住了，我知道，我答应你。大家都进去吧，老爷有话说。浩平，苏主人一生孤傲，绣法自成一派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族人，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女儿。今天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要告诉家里所有的人，我要将玉家绣房还给我的长女玉无暇，所有绣房房产都归夫人和无暇所有。浩平，爹，你们所有人都听着，从现在起，你们要听大小姐的，大小姐说的、做的。都是我的想法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知道了，老爷。浩庭，爹，浩庭，爹，无暇，这个家
交给你了。秀芳，爹，别说了，我明白。凤川，牡丹，爹，爹。都没对我说，就这么走了。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你却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从来都没有。芷兰，芷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我姐姐？你知道吗？从我遇到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跑来我学校，我就没有学上了。你跑到我家来认爹，我就没有了爹。现在你跑到我身边，爹就把家产交给了你。芷兰，我心里和你一样难过，难过。如果不是你凶那该死的龙袍，我爹就不会死。从碰上你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都是你害的爹进了监狱，都是你害了爹，是你害了爹，是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我不会忍你这个姐姐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你不要再到我们家，你爹还没有入土呢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姐姐？爹，是我不好，爹就是被他害死的，你为什么要护着他？不许胡说！你爹的死和你姐姐没有关系，我不许你这样胡闹。好听，好听，娘。你以前都舍不得骂我，你现在竟然为了他骂我，是他害死爹的，不是我。心无愧，就在中央。
不好都一场他不打架。惆怅几逍遥，千般苦，百般恼，命运总是太潦草。心无愧就好浓肠，哪怕望尘望不到，频频与惊涛，赶也赶不掉。再糟糕也微不足道，心无愧就在中央，就算是是非颠倒，俗世浪滔滔，爱恨谁知道，好不好都